我们的异国风味鲜虾里面的食材有香菜，然后我们的白萝卜，一点点的盐巴，我们的炒虾仁，然后一点点莱姆，还有我们的鱼露跟我们的白酒。首先我们处理我们的白萝卜，在书里面的话介绍的是萝卜干，所以它必须要泡发。那我们今天这边的话，我们用新鲜的白萝卜，将它切成片状，放到我们的小碗里面，抓上一点点的盐巴，让它有点味道，跟等一下会稍微有点出水。香菜的部分我们切成大约两公分的长段，在虾子的部分，我们将它给开背，像这样在背后划一刀，将它的肠泥取出。好，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加上一些些的白酒，来将它做一个拌匀的动作，把硬的东西先放在下面，就是我们的萝卜，铺在我们的蒸煮盒下面。接下来我们将我们刚刚拌好的虾子摆在我们的上面。那我们在用这个蒸煮盒的时候，因为中间跟外面的温度会是不大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在加热的时候，我们会分两次来加热，一次大约1分40秒就放进我们的微波炉。现在就让我们等待第二次加热吧。第一次加热完成之后，我们现在戴上手套把它给取出来，中间的部分还是有些没有熟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更换位置的动作，将旁边熟化的放到中间来，将这些没有熟的放到旁边。我们盖上盖子，做我们第二次的加热，大约也是1分40秒。第二次时间到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戴上手套将它取出来，那我们将它变成一个像盘子的形状，往下压就可以直接当一个盘子。那我们在这边切一点点我们的莱姆，增加一点点风味跟颜色，之后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鱼露，增加它一点点咸的风味，最后摆上我们的刚刚的香菜的叶子，这样我们的异国风味鲜虾就完成咯。做完这道异国风味鲜虾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蒸煮盒非常的方便，只要5分钟就可以做这道菜，所以我在这边强力的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常常的使用。